他去哪里了？他会错过精彩好戏的。 电动的马拉，我拼命奔跑，抛开别人往前冲。这可不是吹牛，我的车还破旧马车，已经是2000年的老古董。说到我这台单车，虽然上街不是全能带我去任何地方，努力冲我的单车，听到轰隆轰隆，靠近时候每个人都要问我，你的战车哪里买？这种超速快感真的不能让你体会。 开你的战车，穿着白袍紧紧朝你疯狂派对！耶耶！奇怪，为什么布佛的战车上有钉子啊？不慌不慌，不碍交通。哦，他们死定了！保龄球投射器，我们在想什么啊？啊，我的电话！给他们装那么炫的道具，我们自己嘞？ 饮料杯架，真好！往前冲吧，女生快要超前了，我的字典里没有失败，胖子朋友。我们应该多做几次。好，美人们，星星变形！姐姐，抱歉，没有规则。哎，为你自己的产权。 上了我这台单车，拥有100匹马力和2个大车轮，努力冲过的单车，快点认输，因为我是英雄战士第一名。登上我的战车的人，永远要有的力争，不论是谁，他们会说，如果看到我来临最后一个。